次在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？哦，没，不，我，对对对，还不熟。一个可能这个方面上面可能有一些，可能跟现实中的自己是有一个。你知道有网友组团说你没有，就是就是因为可能跟外表或者给人的感觉会有一种不一样反差，那是他生的不像他像谁？哎呦我去！